要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庆祝2016年的感恩节。感恩节，我们程序美国那一边每年11月第四个礼拜天，我在加拿大是每年10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所以世界有不一样的感恩节的纪念日。深深盼望有一天台湾能够有台湾人自己的感恩节，因为每一个地方希望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打从心底，我们真的假如没有上帝的爱，假如没有我们那么多亲朋好友、父母亲、祖父母，他们把所有一切的爱都关注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一生人就把人给人踏呢。假如没有其他的力量拖住我们，那不可能走到今天。没有那些爱的力量拖住我们，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要说阿们吗？阿们。所以当你的人生越走越高，越来越顺，越有能力的时候，不要越来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功劳跟努力。不是的，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他们比我们更努力，但是他们的人生很坎坷。我就一直在帮助这样的人，所以努力流汗不代表不等于成功。很多时候很多人他很懒惰，不一定很努力，但是他过的日子比我们好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个世界不完全是报应说，所以人生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在上帝面前，我们不断，你信仰越好的人，越有上帝在里头的人，你的心会越来越安静，会越来越谦卑，因为不是你自己的力量。我们再一次把今天刚刚诗会在我们读的这一些经文，我们再重新来读一遍好吗？对，我们用华语一起来，对，来。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你要向制造者还你所许的愿，你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要感谢他，颂赞他。他们该向他献感恩的祭，用欢乐诗歌诉说他的作为。你这个叫三个要紧，三段经文三个要紧的句话。三段经文有三个重要的字，一个是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而且你要对他还你所许的愿。多少人在你人生遇到困顿、恐慌、无助的时候，你都会呼天求地，神啊帮助我，假如你让我度过的话，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怎么样。各位基督徒，我们一生有太多的励志，甚至太多的誓约与神的誓约，但是誓了约之后，日子一过去，多少时刻从年轻到现在所许的愿都毁约了了。你知道毁约有多严重？人与人之间毁约就是送法院。Okay， 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毁了约，我们好像都不在乎。感谢主，耶稣他都原谅了我们，他用他的十字架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软弱。今天是感恩节，各位，我们。每一年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只是一个行动，也在一种做一个学习。等一下礼拜到奉献的时候，每一个人手上，有一个红包袋，有没有？
我希望你把你对上帝的感恩还愿。我们这里有一些第一次进入，一生当中搞不好你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教会，你不用怕，不用怕。哇，我没有带钱怎么办？没有带钱你就没有带钱，没有关系，那你是第一次进入，你就带着红包袋，就带着你的红包袋没有关系，空空的红包袋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第一次来的，我们就真的把你心里想说的话，上帝要谢谢你，神啊，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离乡背井，但是你还在看守，请你看守我的家人，谢谢你帮助我，带领我一生走到这一步，谢谢你，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求你继续牵引我的手，让我走平安的道路，公平正义的道路。我求让你让你把你的祷告，把你的心愿，你只要你心想，他就会跑到这里，就把它献给神。那假如你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我知道你要用实际的行动，用行动来帮你说许的愿，要以感恩进入他的圣殿。今天是感恩节，你到了这个礼拜堂里面，你的心存感恩吗？还是在记恨他？你看他，你看蔡英文，你看这个王进彩牧师，你看，不要。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眼前的人多少人跟你的意见不同，放下。信仰当中最伟大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爱。爱可以拆毁一切的差异。你能够愿意跟我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吗？就是你的意见完全跟我相左，就是你用狠心要拆毁我的台，我还是愿意，上前去拥抱你，我还是会上前去拥抱你，不管你是谁。你应跟我来学习这个功课吗？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的。我有我的立场，但是我还是要愿意用我的双臂去拥抱你，不管你怎么看待我。这个就是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羊。刚刚唱的是向山举目啊，等一下我们的今天主要的传述上帝作为的吴英俊宣教士，他是从台湾神学院的音乐系毕业之后，在马偕医院当院牧关怀牧师，然后出国去进修，继续读音乐跟读神学，然后几十年来就做圣乐的创作，然后他今天特地到我们教会了。我说：“哎，今天是我们感恩节。”哎呀，我还定了这些最好几段他们有一队在台湾各地，那么甚至到世界各地。我说：“世界各州，你现在哪一州还没有去？”他说：“只有欧洲还没有去。”所以他们在预备明年到 Russia 到苏尔去。那今天他们的团员都先回美国去了，就只留下他既定的行程，他要来还这个愿。那等一下我们要听他讲述上帝在他身上的爱，听他唱他自己做的作品，好吗？真的，我们今天用每一个人用感恩的心，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妇女团契班生平的第一次献给上帝啊。第一次献奏，献奏不是欠奏，在墓地哈，陶底，陶底，你可以看到，慢慢看到我们的教会在多元化，在转型，用非常实木的方式在转型，好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吴英俊宣教士。我们用掌声来麦克风 Number One。
是无袂记哩。你惊哦，就是因为呾主会疼，直直伫叫我，直直三脚甲你做伴。这个疼是永远袂离开的。啦啦啦啦。
这是特别的啊，为音乐教会基督教的教会音乐来设立的。设立得到加州州政府的一个许可之后，然后呢，我们就一路祷告。隔一年，2007年就往 New Zealand 是。就是一个美国之外的国家 New Zealand 那边做一个基督教会，以及有温洪信牧师底下的这台湾的福音，底下有林良堂，底下有卫福会，所以过来邓爱心够雪梨，底下雪梨个弟弟干嘛属雅心，雷雪梨雪梨林良堂那边的台福教会。一张一张上帝给我的这款的看戏的时候，用诗歌来做见证，用诗歌来诉说天父的他很大很大的一个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第三节金句，第三节107篇22节有说什么？要用诗歌来还你的愿，诉说他的作为。这个作为是什么？奇妙的。这个作为是什么？是 你没办法去把它创造出来的，独有我们的主是可以的。我想在每一个在我们台湾基督教的教会每一个主日二的这个孩子的时候，都会唱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值得你来做传递。愿我月那听你我主基督，对不对？有吧？哈，愿我所心意所感受的，能够更加越来越更爱我的主。哦，原来我活了这么50多年了，哦，在一个不小心2年就60岁了，是不是？你在几年，说不定一个不小心就70、80了。哇，70、80，如果歌唱还有这么一个可以为那奇妙的一个主来做见证的时候，来发出音机的声音，音你是不得了的一个受祝福，你是真的是受祝福的一个领啊！你也刚刚说你今天的存在是已经是什么遇见主了，也被主所来怎么样看中了，看为宝贵了。我想我这个生命才单单一个小小的羊，就已经开始为主在领受主，然后呢主的爱，为主的一个那一份很特别的一个力量，把它给使用出来。今天我们这个回来大概是已经是第四站了，我跟太太师母两个人在11月第一周是在高雄有他第一位到位底下，底下开始留靠印度啊，庆祝一个甲子的一个年纪60周年，一个教会60周年，哇！印度给的印告，印公好，印美好，登上耶和华的圣上，这是我去年所写的，登上再次的用行动，用天父给你的一个生命，你还有余力的一个那个气息。所有的一个精神，所有的意志是什么？向着一个山。所以刚才那个福禄威一个吹奏，你们就是吹出那什么？是向着那耶和华的一个圣山，永不动摇的一个什么山？锡安山啊，是不是？我们都没有这个去说你们要吹什么曲子，都没有去讲好，然后你们就带出你们的一个吹奏的一个vision， 那个是一个意象。那个是你们现在走到现在的时候，是一个圣灵的一个感动，非常好，谢谢指挥。永不动摇的信念在哪里？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山就在这里，不需要坐飞机去到那边才有神的一个同在，在这里就有什么锡安山，永不动摇的一个锡安山的一个平安存在了，可以吗？就是有他们是有回应的，啊，你定心，但这群的人是我的耶稣家的朋友尔只有遭遇不懂吗？哦，你就是遭遇哈。对。哦 ，OK， 也 special。Yes。是的，每一个人都是 special。
已经把我们看为宝贵了，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你知道吗？你这人要怎样？你这人以后怎么样？如果继续听到神的一个声音 revelation 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已经走在他的一个 walk on the way， 在他的一个路程中已经行走了。他知道你以后是他嘛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用忠心的一个同工，忠心的一个什么行路者。所以我接下来的我要唱一首遇见爱，我要来弹奏钢琴，我要来唱，这没什么稀奇，但是今天会有稀奇的，就是这样。我几年前一个弹琴的人很不小心从这个台子这样滚下去，然后呢就向后倒，之后呢要爬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撞碰，手也好像想要撑起来也撑不起来。如何？我一看手整只手掌，右手掌垂下来，那是什么？骨折，断掉之后又要怎么样？Complexion， 对错，就是对差，骨头断了瞬间对差，两重伤害。断掉之后又怎么样？又这个又手掌又掉在这个手的下面，手腕的下面，你看有多严重？所以我现在看的那个高的地方，我都很怕，有点怕。已经有了这个经验，我太太看到我哀一声的时候，马上跑过来，哇，就扶我起来，哎呦，这个手怎么？弯曲这么厉害，赶紧送这个大医院，赶紧送这个call emergency， 问哪一个医院是马上可以进行所谓的神经外科的一个手术，想要把这只手掌接回来救回来。然后我们打听到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大医院，就在我们那边40分钟，他们主治大夫听了说我们现在这个虽然没办法跟你开刀，但是我们这里有显微镜的一个手，专门是手的一个显微专家，绝对可以把你的伤害拉回来。我们听得很有信心，所以赶紧送这个急诊室。但是急诊室不是马上开刀，是帮你先缓和，他先量你的手，你的手曲度curvatures 弯75度。你知道75度已经是相当的不成熟型了。OK， 好，自己在遇到这么一个伤害自己联络也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那么这不小心的断了整个手一个废掉了。所以医生在那边就为我打止痛麻啡。我跟他说这个麻啡能不能多打？用多打会死。多打了会死，真的不是说一直打得不痛他说10分钟之后，他就用稍微用经验先把这个手部拉开一下，先拉回到这个感觉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曲度。所以拉回来之后，剩下25度都有前后都有照 X 光这样。好，然后就等待10分钟，结果5分钟还不到，他就回来开始什么？发给我一个东西，然后要我含在嘴巴，那个是什么东西？一个毛巾，准备咬牙切齿，准备什么？忍耐。10分钟的一个麻啡还没有起效用，就开始拉，他叫我说不要看，拉，这样。我太太看了说哪有这么神奇？把手撑开来，好像卡通的一个影片一样，这样。所以隔一周就进行开刀，手术开刀之后，他跟我说都接回来，该接回来的微血管还是神经非常细的，他都看得见，都接回来。只是你若要他完全复原，不可能的。要让他动是可以，但是请你要务必要有1年的时间，都常常去复健中心，去那边抓沙子，你看。沙子你抓得出来吗？
不是 send great send 就是好的俩说啊说话起就轻呢，非常轻，但是从轻的当中开始慢慢，然后呢抓米，然后抓豆子，然后抓小石，pebble 就是那个小石块，慢慢加重量。你看那种过程啊，很期待，要很坚韧。竹筋啊，尾筋啊，都可以啊，弹琴的都可以练，这样的。所以现在我要为各位来唱这首《遇见爱》。是我们十周年，咱的生命已经予主来用啊！我第一个，我先唱华语，然后第二个有台语版的，第几遍，让这位来请，让这位来念去。
在我服侍的过程中间，有缘起步的时阵，伫这个香港球啊起步时，拢感觉下一个下一个年度下一季，下一个抗战要哪行拢也唔知啊。但是就是哈，每一年这样哈，我们走过的一个服侍合场哈，哇，几乎有100个嘞，有100个海外，甲迄个每啊美国本土的，所以哈，在这么一个哈天父给我们的一个哈力量要去哈的服侍的时候，总是觉得数算出来，圣孝省主的福源的一个哈，一个机会是哇，见人不汗贼。竟然有这么多的一个好恩典就摆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摆在你的眼前，是生命你已经开始在啊行着他的一个旨意在走了。我想啊，以我这十当以来，我去到这个不同款的哈这个哈国家，不同款的文化嘛，不同款的个 race 啊种族来的。啊，万五哈，这一次回来有啊，这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3分钟的啊宣教，包括一些啊去非洲的这样宣教短片，啊蓝泽辉，还有哈感恩的心，啊把就把你家庭分了，哪看哪记得讲，香港球不是一张尔，不是哈10张，那是100张、1000张、100000张的，10张以来，我已经啊加这些万人已经接触过了，啊恁是。我的那个哈，分享，这感恩节、今年感恩节主要的对象，那咱这回啊，那麻烦影音同工，然后发现一下，把电灯稍微调。没有输进去哈，就只有那个主管而已哈。老电脑，我先来唱啊，那首哈，我是耶稣的宝贝啊，上面的一个影音哈，麻烦来给我一个 USB 一下。今晚这首诗歌是我伫啊十年前的时候，香柏树刚刚好在酝酿出来的时候，跟州政府申请之后啊，得到许可的时候，我立即用迄个就囡仔心哦，非常好，很感受上好，那很可爱的啊，这么一个心境，原来哈。我把我自己的心境啊跳入到我儿童时期，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自动诶聚乐，是啊，伫哈高雄曾经第六教会，高雄去过吧，啊去过哈，高雄的前进长老教会栽培我这个一个哈音乐啊，加这哈音乐团的人，所以我对想着我的生命安尼吼啊，一路成长吼是。相当的一个哈可爱，相当的哈这个很这个哈觉得很奇妙的时候，我就回头过来去想说，哦，原来我的生命是成长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么一个信仰所相信啊神的一个哈这个哈这么一个宗教教育，有一个儿童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生活，所以哈伊那也是真的哎，基督教育哈是，干嘛？一个人做要塑造好，塑造的好，一定要有好，很这个哈啊，把儿童教育啊教导的很好，所以哈，那个囡仔的经济才会长得好。
所以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所以儿童音乐教育哈，也同样的哈，坑底这个哈，那个音乐的成就来对。好，这么一个音乐有找到哈。好，等一下再让他好把一个影片宣教啊短片的纪念版。好，我们先好诗歌，我是亚洲的宝贝啊，我用台语来唱。耶稣的子啊，尊天父，恩纳我一生，满足我心意。耶稣的子啊，心灵的父，我只盼你他妈我心里。Thank you.
这就是咱的一个上帝已经疼咱，疼在什么？笑脸面，到每一个日子，就是啦，很珍惜的一个日子。我很感谢一下咱的王牧师啊，在半年之前，更早的八个月前，我跟他联络的时候，一个酷啊，可以今年年底来吼，安排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献礼。牧者他有感应，他已经还没有到了，日子还没有到，他就已经什么要知道怎么样吼。来带领百姓献上，神的仆人就是这样，永远是这样看着很后面、很后面、很远、很远的一个光景在带领的。我想我们这个圣歌队也是一样，为了那永恒的一个赞美，而来坐在这个一个席位，是不是？是。太小声了吧？是。是不是？是。好的，路亚，我们的指挥老师在那边很省力，没工我是不是？是不是一直这个猛然的一个用神，不，他的一个轻柔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教导，也一个传述传递的。上帝用每一个同工，用每一个长老，用每一个执事，用每一个各组的一个组员，就是安那别带你好一点，叫过啊就过，过加过修的怎么样？所以我们一起来，有没有找到那个影片？这里永福长老教会，还是说打开的时候有一个安慰。
那是一次的意外，他的手完全丧失了功能。能不能再回来，在那个当下完全不知道，一定会担忧，一定会无助，只有仰望。但是今天他走过去了，走过去了之后，就像今天圣经所说了，在当下很恐慌的时候，你做了许多的祷告，恳求上帝也医治你了。还好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个，他用诗歌，用他的专长来回应上帝奇妙的作为。你呢？我呢？这是我们一生要坚守的道路。不管怎么样，记得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跟人之前在人前的责任。希望整个上帝的造化，上帝所赐予你的世界、社区，也能够因为你变得更美好、更有希望、更有安定。好，我们再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遍，好吗？一起来，对，来。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作主，为了使你们有这和平，上帝选召你们归为一体。你们要感谢，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地常住在你们心里，又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规劝，用诗篇、圣诗、灵歌，从心里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你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今天我们从头到尾，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心情，以感恩、以和平、以合一的灵，我们在这里过我们2016年的感恩节。昨天晚上跟英俊兄宣教师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说牧师，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礼拜啊，好像整个都在非计划性的。我说安定吧，安定。我们就把你最好的部分，我把我最好的部分，然后看圣灵怎么带领。各位，今天的礼拜，感恩节的礼拜，你愿意说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给上帝。你的一生，只要你尽力了，其他的就是交托，用平安的灵交托出去。今天下午，我们演艺厅有一场的演唱会，他们也在那里恐慌。我对他们说，连环斗心灵安，尽心而的而为。今天晚上我们有快闪跟点灯，天气变化这么大，许多人都很恐慌。县政府的人从昨天晚上到10点多快11点还在，牧师怎么办怎么办，今天早上牧师怎么办，我都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尽力就好。愿上帝让我们有智慧。事实上，从一个寡寡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要那个变异的脸，而且你就尽心尽力。我们希望今天大家尽心尽力，用我们教会能够在这里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不管天气怎么样，不管别人的参与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角色做好。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把今天完完全全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以感恩的灵要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亲戚朋友当中。神啊，不管我们认不认识你，你的爱永远已经在那里了。恳求你继续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子民。我们感恩不只在口里，在心里，我们感恩就是要付出行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去，就是要让人使我们得到恩典，使人因我们蒙福，因为我们是爱的子民，有爱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就是爱。今天的天气不管怎么样，让我们经历一段在神里面的平安，尽我们所能
上帝，你召唤一切，转化一切。我们感恩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